少一个人，都是这样问。大家，这个是什么？红包。恭喜你！耶耶！果然一颗西瓜100元不收不用钱。哦，是这种，就是陌生人来了，然后就是抢走了他的西瓜。嘿，你为什么偷我西瓜？我们熟吗？不熟啊。对啊，拜拜。好，太紧张没关系，有救吗？有救。好，再一次啊，一二三。什么鬼啊！